完了，为了更大兵宽开。为什么不提挡不落户呢？这车是这样抵押车，过不了户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号牌是从哪过出来的？看销号上。那个年检确实保险贴，还有一套这个行驶证呢，一套手续都是，一套手续都是在交管道，不是交管道做的假的呗，是不是？就为了虚荣心，那三个月好看，是不是？在哈尔滨开着方便，为了逃避检查做了一整套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这个检测标志和那个保险标志一样四十，一样十次，一共花了多少钱？全一块儿自己。一共多少钱？这一套下来一共多少钱？150，150，300，300加上120。200吧，620，做了一整套，是吧？你当时为啥选择这个号啊？